原标题：二战时，希特勒为何会对犹太人痛下杀手？原来犹太人做了这一件事，众所周知，发动二战的法西斯轴心国给很多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拿中国人民来说，14年的抗日战争，光是伤亡人数就超过3500万。而这背后又有多少的家庭因为战争而支离破碎，又有多少人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而导致终身的残疾呢？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替死难的先辈们原谅日本人。在欧洲，相信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痛恨就和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痛恨是一样的。在犹太人眼中，纳粹德国就是侵略的恶魔，是给他们带来毁灭的凶手。在很多人看来，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就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超过600万。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希特勒对犹太人痛下杀手呢？关于具体的原因，民间流传的版本也是有很多的。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犹太人的祖先，而耶稣又是欧洲人的信仰，所以这也导致欧洲人都不太待见犹太人。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犹太人曾经在希特勒年轻时抢走了他心爱的姑娘。当然了，这些说法大家看一看就好了，也不一定能当真。其实希特勒之所以会屠杀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做了一件事。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法西斯国家看来，发动战争是化解经济危机的一个好办法。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犹太人的身影出现在各行各业中。当面对经济危机时，一个犹太人开的牛奶生产厂家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会卖给德国人，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犹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再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同样是战败国，他需要对外赔款，德国又拿出不出太多的资金来发动二战，所以掌握着大量财富的犹太人就成了希特勒下手最好的目标。在我们现在看来，希特勒称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卑劣的种族，只不过是一个谎言罢了。即便是到今天，在很多顶尖的领域，犹太人都是有着突出的贡献的。如果一个民族真的像希特勒所说的那么不堪，他又怎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呢？不知道大家对于此事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